后你应该会知道，那我想要再跟你讲说，哎，我是安娜加油店，怎么对我的直流店充电？充电器会转换，哎，你好棒，对，充电器会转换，充电器怎么做转换？就是这个哈、哦，各位，我这边拿了几个东西出来，这个有看过吗？有。什么时候去哪里看过？哦，好棒，叫变压器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手上拿的通通都叫做变压器啦。哎，这个在哪里用？笔电的。哎，有人有看过用笔电的，用大概要用笔电，对不对？这个呢，叫什么？充电器。哎，你们家的什么？手持式的吸尘器啦、啊，各式各样手持式的，很多都用这样子的头，对不对？